董卓紧带着几个随从就进入了宫门，但是等在那里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拿着剑做什么？逆贼，受死吧！谋反了！吕布，你在做什么？快杀了这些贼人！我很清楚。 逆贼，受死吧！在董卓的命令下，吕布挥下了方天画戟。怎么会？竟然对我，你这个家奴！我亲手讨伐了逆贼董卓，各位，高声欢呼吧！ 王允大人，这下董卓终于死了。貂蝉，你做得很好，如此一来，汉室就有救了。董卓已死，大家以为笼罩汉朝江山的乌云就此消散，可是。